今天给大家吹一波董允啊，这个武将算是三国杀近五年左右设计的非常出色的一名武将啊，就设计的很舒服，操作感、历史契合度、技能强度各方面都挺稳当的，颇有当年韩当的势头啊，让你感觉非常踏实。首先，董允这个角色啊，在历史上就是不简单的，和诸葛亮啊、蒋琬、飞一并称为四相啊。他主要是负责在宫中维持朝堂后方的稳定啊，匡扶刘禅，为人呢也是非常正直啊，政绩也十分突出，是非分明，就像他台词说的一样，自古就是邪不胜正。你看插画里面啊，有一个用铁锁捆住的笼子，这里就对应了刘禅原画里面那只被刘禅调戏的小鸟，颇有讽刺意味。我们来看一技能秉正啊，这个技能设计的很巧妙，巧妙的点就在于他把辅助、限制和提高个人能力三点全都兼顾了。简单的一两句话能把这三个方面描述出来是很难得的呀，真的是文笔的精湛和逻辑的清晰全部井然有序啊。我们看技能，出牌阶段结束时，你可令手牌数不等于体力值的一名角色弃置一张手牌或摸一张牌，然后若其手牌数等于体力值，你摸一张牌且可以交给该角色一张牌。先看这个技能的辅助层面，没啥花里胡哨的，就是让牌少血多的队友摸牌，给一个三血两牌的队友摸一张啊，直接三血三牌啊，你自己又能再摸一张，相当于开了一个小无中生有。而且你摸了牌之后是能给你队友你自己手牌里面的关键牌的呀，这很关键呀，给个刀给个顺手什么的，不仅仅是补牌了，上升为给牌了呀，还搁这嘻嘻哈哈的能给牌，这在很大一层面就是一个降维打击呀。值得一提，刘禅放权之后一般来说回合外都是牌少血多，所以董允和刘禅也是有点小配合的啊，但是不大。然后看限制层面啊，就是给敌人用，当然这个就没有给队友用强了，因为是敌人选择气质嘛，不是直接你气，不过作为备用选项也还可以。最后就是给自己用，给自己用就是一个小闭月，类似于郭淮的经策，这就保证了自己一定的个人能力，单挑能力啊，就是万一队友都死光了，莫名其妙的自己进入残局啊，进单挑之后还有的打，不像其他什么徐庶、法正啊，那就只能等死。总之呢，很灵活。然后看二技能舍宴，这又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技能。当你成为一张普通锦囊牌目标时，你可以为此牌增加一个目标或减少一个目标，目标数至少为一。首先大家想到的就是 AOE， 我可以强制减少一个目标，起到饱和作用。典型的就是大嘴局嘛，我选个董允反贼，无论是用这个技能挡自己还是挡队友，那大嘴都挺难受的。其次就是无中双开啊，什么背身背拆之后啊，拖一个敌人带下水啊。值得一提啊，董允的队友也可以偶尔利用董允当跳板，搞离自己距离远的敌人。看似技能发动频率不高，其实非常能秀，收益也非常可观，在反贼这个团队里面是非常吃香的。当个小反贼头子是非常舒服的。OK， 这是一身正气的董允。除了两个技能没啥联动之外，其他设计几乎完美啊，还不动。自古就是邪不胜正，攻势为重，宴席不去也罢，还是改日吧。